熊玩具。迷你特工队的福特在去买花生的路上，看见了一个大胶囊。哦，这个胶囊好大呀，上面还画着奥特曼的图像。救命啊，救命。哎，这里好像有声音，让我们来看一看。谢谢你福特，我要去和怪兽对战了。迷你特工队的塞米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一个变形胶囊，这上面有奥特曼的图案，里面不会封印着奥特曼吧？赶紧让我们打开来看看。哇哦，这是罗索奥特曼的烈火形态，罗索奥特曼要去复仇了。迷你特工的粉红战士露西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胶囊。诶，这是什么？它还发出了红色的光，上面有奥特曼的图案。让我们和露西一起给胶囊变形吧。迷你特工队的黄色战士在去健身房的路上发现了一个胶囊。诶，这好像是一个怪兽胶囊啊，赶紧来看看。迪迦奥特曼一下子就把怪兽给收服了，谢谢你迪迦。不客气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迷你特工变形玩具，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